1895年，台湾进入日治时代，在政治和社会上巨变的同时，艺术家们从自己的家乡出发，并且借由创作创造独特的台湾。例如画家郭雪湖的作品《南街鹰镇》，他就画下了当年繁华的大道城。北美馆最近推出主题典藏展，借由180件展品，梳理日治时期台湾在殖民体制下逐步成型的主体意识。这一次展览中有50幅首次曝光的重量级馆藏，当年郭雪湖的作品《圆山附近》，画里面有日本人盖的铁桥，也有圆山这么美丽的风景和辛勤耕作的农人。画布中戴着斗笠的果农沿街叫卖，满满的人潮为了中元节庆上街采买礼品。高耸的街屋满是旗帜招牌，药铺、布店、钟表店，还有各色蓬莱名产。这是画家郭雪湖笔下日治时期台北最热闹的商圈大道城。1930年的《南街鹰镇》是郭雪湖非常重要的作品，那也是辨识度非常高的。如果我们要讲什么是台北的1930年代的文化的一个力量的展现，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因为它展现了不只是艺术上的丰富性，然后也是展现了那个时候台湾生活的可能性。节庆的热闹氛围下，也包含了画家浪漫的想象。郭雪湖将本来2层楼的街屋画成高耸的3层楼，表现出当年大道城蓬勃发展的景象。1927年，郭雪湖与陈静、林玉山3个才20出头的笑脸郎，打败一群前辈画家，入选第1届台湾美术展览会。3位年轻画家一时轰动画坛，并称为台展3少年。郭雪湖并且在99岁获得行政院文化奖。其实典藏品啊，是任何一个美术馆，它真正的资产，那它是艺术家的心血，这毋庸置疑。可是我们常常忘记了，它跟人们，历史，集体记忆，是有显著的关系的，北美馆这次展出180件典藏品，这些画家生长在日治时期的台湾，艺术家用他的方式表达对土地的情感。从郭雪湖先生他画的圆山附近啊，他其实圆山其实就是他们的关闭大社，就是神社的所在。可是他并没有把神社画出来，他就是画出那个新的日治时期的铁桥，是一种新的建设嘛，代表的是新建设的力量。然后他的神社在那幅画的右边，并没有画出来，可是它是存在着。可是大片他所画的那个景，知道他在画圆山，当局可能会觉得说 OK， 那个是一个重要的场地。可是他所要表达的是在台湾的那么漂亮的土地跟那么漂亮的植物，以及在那里辛勤工作的人，这可能就是艺术家的方法。展览集结绘画、雕塑、书法和摄影的台湾名家，例如奠定台湾现代摄影美学的先驱邓南光，他写实风格犹如时光机的镜头，捕捉了台湾与东京的庶民生活。这一次我们这个展览其实对于美术史的学术界就引起了这个惊涛骇浪，很多人都非常的期待，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作品都是第一次曝光，对于一般的民众那也可以再次看到这个日治时代的艺术家他们如何看自己，如何看台湾。那同时我们展的不只是绘画雕塑，同时也有那个摄影的作品，摄影的作品尤其会容易带出时代的一些氛围，让我们看到那些人是用那样的方式在活着。台湾制造，制造台湾。北美馆典藏展以艺术家怎么发现自己，怎么发现他跟文化的关系为题，呈现艺术家和家乡的对话。